查春潮生，武汉生物相关疫苗事件引发关注。昨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开回应，没有招标采购过长春长生生物及武汉生物相关批次的问题疫苗。长春长生生物问题疫苗被爆出后，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表示，该企业涉及的两种问题疫苗北京市均没有采购。去年11月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信息，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20160501401，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现责任公司生产的批号为21016077052的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不少北京地区的家长在查看孩子接种本时，发现在疫苗预防接种记录上无细胞百白破疫苗的生产厂家正是武汉生物。市疾控中心表示，近日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针对药监部门公布的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狂犬病疫苗长春长生生物公司百白破联合疫苗批号20160501401，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现责任公司百白破疫苗批号21016077052进行了认真核查。经查，北京市疾控中心没有招标采购过上述批次的问题疫苗。同时，该中心表示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权威通报采取相应措施。中国疾控免疫规划中心权威答疑，如何查询儿童是否接种了效价指标不合格的百破疫苗？答：儿童家长或监护人可以查看儿童预防接种证上的百破疫苗接种记录，与公布的疫苗生产企业和批号进行对照，判断是否接种了相应批号的不合格百破疫苗。也可以咨询接种单位，由接种单位协助查询所接种百破疫苗的批号，判断是否接种了相应批号的不合格百破疫苗。还可以拨打12320卫生热线咨询。二、接种了效价指标不合格的百破疫苗会影响免疫效果吗？答：该两批次百破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可能影响免疫保护效果。三、效价指标不合格的百破疫苗安全吗？答：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对企业报行1800的疫苗逐批进行安全性指标检验，经查1000发记录，该两批次疫苗安全性指标符合标准，接种该两批次疫苗安全性风险没有增加。四、儿童接种过百破疫苗还会患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吗？答：接种百破疫苗是预防儿童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的有效措施。按照国家免疫程序，百破疫苗需接种四剂次，分别于3、4、5月龄和18月龄的接种一剂次，完成四剂次，接种的儿童可得到较好的保护效果。相关研究显示，百破疫苗预防典型百日咳的效力约 85%。因此，即使接种了百破疫苗的儿童，少部分人也有可能罹患百日咳。百破疫苗预防儿童破伤风的保护效力为 80%-100%。完成四剂次接种可为青少年期提供有效保护。百破疫苗对白喉的保护效果较好，接种三剂次以上的疫苗保护效力约为 95%。 5. 我国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疾病发生情况如何？我国在20世纪60的70年代，百日咳年发病率在110万到210万，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接种百破疫苗，1978年就将百破疫苗纳入国家计划免疫。百破疫苗普遍使用后，发病率大幅度下降。2008年以来，全国百日咳报告发病率控制在 0.5 万以下。我国除新生儿破伤风外，其他人群破伤风不属于法定报告传染病。2007年至今，全国无白喉病例报告。6. 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病人临床表现有哪些？百日咳是由百日咳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源为百日咳病人，
通过飞沫传播，临床症状为阵发性痉挛性咳嗽，咳后吸气有特殊基敏样高抗生，咳嗽症状可持续2到3个月。本病多发生于5岁儿童，尤以6个月婴儿发病率较高。白喉是由白喉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临床特征为鼻、咽、喉等处黏膜充血、肿胀，并有灰白色角膜形成，导致呼吸障碍以及外毒所引起的中毒症状。破伤风是由破伤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感染性疾病，破伤风杆菌常见于土壤中，皮肤创伤时破伤风牙刀可被带入伤口。破伤风杆菌在厌氧环境下可产生破伤风毒素，引起破伤风特有的肌肉强直、阵发性痉挛为主的症状。在发生皮肤创伤时，尤其是存在上述感染因素时，应及时到了医院就诊，医生会根据创伤情况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案，必要时使用破伤风类毒素或和破伤风免疫球蛋白进行暴露后预防。记者刘欢。